是何清宁，我还在我女儿的身体里。时间总会教会人点什么。这段时间，夏天天似乎长大了。老李，哎，咱俩真是一见如故。来，你干了。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咱们何总的酒量可是惊人呐。那必须啊，感情深一口闷。来，快喝。好。哎，谢谢何总。那是因为看在你老李的面子上吧。何总近几年已经很少喝酒了，不过当初刚创业那几年，那可真是吓死人。为了拿下我公司的订单，他直接吹了一瓶白酒。哟，这么厉害。就我这酒量，我还吹了一瓶白酒。是啊，你忘了，那时候你公司刚开，见我没说上几句话就喝了一瓶。不过那时候你酒量还真是不怎么样，刚喝完就晕了。我也算老江湖了吧，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拼的人。那个时候啊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什么也没有就敢往前冲，佩服。不容易啊，何总。感谢各位这几年来的照顾，我干一杯。何总真是好酒量，好喜，好爽，还是那个样子，劝都劝不住。当初说什么为母则刚，创业是为了自己和女儿更好的未来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好，好，来，干，干杯。又不把衣服叠起回来了，妈，怎么样？没喝多吧？快坐，快坐，我做了晚饭给你吃，来尝尝。来，你尝尝。好不好吃啊？
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好像是我做的菜糊了。阿姨，这不好吧？昨天夏夏都跟我说了，你们已经互换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们已经换回来了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行嘛？阿姨，我之前真不知道你们俩换了身体，所以我才做出那样的事儿。你打我也是应该的。我真的是夏天天，我知道你爱生吃大蒜。啊？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是不是熏到你了？我还知道你左边袜子老爱碰一个洞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会自己补的，我绝对不会让夏夏帮我补的。你左边屁股上有个胎记，我就说吧，这样你怎么相信了？夏夏怎么连这个都跟你说啊？我至于？你骨头随便你吧。夏天天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秦总找你过去一趟。我和我妈，你们换回来了，这您就看出来了。他敲门，从来只敲三下。哦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不，我觉着你一定有事儿。买了你妈最喜欢吃的抹茶蛋糕。要不我帮您解决吧？不。我只买给他吃。秦总，您这就不对了。好歹我是我妈唯一的女儿，您以后可是要当我爸的人。你说的对。谢谢秦总。何总，在忙什么？嗨，秦总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在上海出差呢。上海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啊？这还可以。何总是喜欢打雷吗？雷雨天，算是好天气。这个男人明明都知道，他是在逗我。我这边的天气也不怎么好。你不喜欢晴天？见不到你，晴天也觉得很糟糕。天都没认出我来，傻成这样，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。大宇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发短信叫我来的吗？我找的是夏夏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就是夏夏。不是，不，郭志远，别追了，郭志远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架了？你忘了自己怎么跟我保证的了？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？夏夏。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追小偷干什么呀？万一他有刀呢？他抢你包啊！
子出事了，我要包有什么用啊？包能跟我结婚，包能照顾我，包能陪我一辈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……你回来了。何总，秦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想见你，所以来了。心。